家好，我是一禅。今天一禅想跟大家聊聊，别弄丢了真心对你好的人。师父说，人生就是一边拥有，一边却要接受失去。但不管弄丢了什么，都不要弄丢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。人们总是擅长习惯，习惯别人的嘘寒问暖，习惯别人的善意帮助，然后慢慢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。走在雨中总有人撑伞，所以以为世间的雨水都与自己无关。直到有一天没有了那个人和那把伞，你才终于体会雨水的冰冷，行路的艰难。回首来处，那为你撑伞的人却早已不在。这世上没有什么付出是理所当然，也从来没有什么应不应该。叮嘱你天凉加衣，早点休息，是因为比起自己更关心你。因为爱，这一切才显得更有意义。逢场作戏的虚情假意容易遇到，温暖炽热的真心却很难去寻觅。所以若是遇到真心对你好的人，请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毕竟得不到回应的付出总会疲惫，再深厚的爱意也会被时间消磨尽。请珍惜，终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所有的萍水相逢都会泯灭在时光里，而真心对你好的人则会一直陪着你。